开始，当然在中午的时候不要忘了准时收看我们的好彩头。赶快来看，今天哪些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圈圈套队，蝎子队、安和队以及骂咖队、城市猎人队，还有奇森队以及金华国小队，还有怡品队以及稻草人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谢谢。当然呢，每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按照往例都要介绍一位年轻可爱的歌坛新秀。新秀，唱一首新歌。新歌，这首歌你大家绝对没听过。绝对没有听过，这首歌推出到目前呢，也只有短短的时间而已啊！相信大家印象都还不是很深刻，赶快来听听这位歌坛新秀。一起来听这首《再看看我的眼》，欢迎林祖铭。现在是有啊，李祖宁小姐，哎，那请教一下，听说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三月发片，三月发的吧？是不是三月发的片？对，民国80年3月21日、哎，去年的三月。去年三月，我说奇怪了，怎么在同样在三月发片，今天播出才3月4日，看起来那个表演方式这么老练，真的。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好彩头唱过歌，今天要来唱唱。特别旧曲重提，对不对？拿出已经长满蜘蛛网的盘带。对啊，真的是。破例哦，这样一首歌可以打一年还没打完，这在歌坛也是少见的现象了啊！而且打了一年，感觉还像新歌，这更不容易啊！好，也希望李祖宁赶快有新作品问世跟大家见面。谢谢，今天要另外介绍一位是真的新秀，要特别强调点，我们先介绍他出来再说好了。好，接下来欢迎林志颖，来欢迎。哎，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是3月4日，相信在很多的媒体当中，大家已经看过林志颖了。哎呀，对，不过呢，这个好彩头这个节目呢，就是林志颖他从张新人开始第一个参加录影的。哎，可能你看到了很多节目都是在我们之后才播的，今天是林志颖第一次上电视，紧不紧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来，对啊，自我介绍一下。各位现场来宾及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志颖，不要紧张。哎，听说你这个过年期间呢，从2月1日到2月29日，都有你的这个广告影片在各大戏院播出，是不是？是的。啊，一共有播了有几家戏院呢？300多家，三百多家。讲话的时候没有关系，不用原地踏步。哎，林志颖，这个参加歌坛第一张专辑，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专辑名称是《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哎，来，你继续讲，我帮你抓着。哎，不是。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哎，他这次是舞曲，哦，是舞曲是吧？所以舞蹈应该跳得很好。下次有机会来到好彩头，也这个载歌载舞表演一下，好不好？好，你是吧？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大奖，什么奖？彩头奖。对呀、啊，哎呀，表现太杰出了，真不容易。哎，我们好彩头的观众怎么那么相愿呢、啊？上面一拍手，大家都拍手，哎，鼓掌了。哎，好，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彩头奖是什么呢？来，噔噔。罐头礼盒，还有一个电动的刷子，以及一个可爱的彩头宝宝，以及一套非常实用的书，还有一个很高级的珐琅彩色锅，以及一个太阳台灯。看看哪一位朋友会幸运得到？谁要选？哎，赶快举手！赶快！举手！来，超人先选。哎，那我先选啊！虽然奶奶没举手，但是我们给奶奶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选，我们四个人选谁？选谁？好，来，我们再选一个。我选那位小妹妹。林志颖，喜不喜欢林志颖？喜不喜欢？喜欢。你觉得他哪里好？都好。长得蛮可爱的。再选一位。选这边同一队的吗？哦，不是，戴眼镜的这位小妹妹。写个旺字那个。李祖宁啦，名字都念错，哎，真啊，还是叫曹启泰，不能怪你啊，歌坛新人，好了，没有关系，我们再选一个，还是叫曹启泰，哎，上面找一位孔武有力的男士，戴黑眼镜那位，哎，身材最苗条那位，对，就是，选谁？曹启泰。好，进行我们的彩头奖，现在来看第一枪在谁的头上啊？来，我们第一枪放在李祖宁的头上，第一枪，加动。今天
恭喜。哎，当然，明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会只有一个奖，还有很多的奖要预备送给您。今天要送什么奖呢？看看今天准备的第一项大奖是什么呢？好彩头，开门！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好彩头为各位准备了六台的无线电视游乐器，要送给各位观众朋友。外面电动玩具店是犯罪的温床，与其让小朋友背着父母在外面打电动玩具，不如在家里有一台电视游乐器，全家一起同乐。六台最新型的无线电视游乐器要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加加油，把这么好奖品全部带回家。好，这么好的大奖，六台带回家，要怎么带回去呢？李祖宁，要注意看我们的影片。哎呦，歌坛新人表现好老练，很有经验。好了，为什么呢？李祖宁，你知道吗？因为答案就在影片中。错，哎，错了，因为题目就在影片中。哎，古韵当道，大流其行啊！我们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就是对了，这叫做赌虫 vs 赌棍。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赌虫大爷已经来，手上拿了大哥大，后面还跟着小弟，您瞧多有派头，把墨镜一甩，你们也别演慢动作了，演那么久那怎么受得了？好了好了，赶快，哎，果然动作就变快一点。好，这位就是我们的赌虫，哎，赌虫 vs 赌棍。哎，您看有特异功能呢，请注意。哎呦，你看我连我们这位派牌的小姐妆都化得特别浓艳，好像这样才能符合我们赌片的气氛。哎呦，两个人开始比赛。哎呦，紧张的进行，每一个人当然都拿着自己的牌。哎呦，怎么会就是一边赌还要一边吃巧克力的？你懂什么？我那个是有灵感的。好，我们再来发下一张了，请注意，您看，哎呦，好像叫做同花顺的。哎呦，我们这边是黑桃同花顺，我最大。哎，现在要来看对方是不是可以买到那张 AC 的哦。哎呀，什么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哎呦，这叫做同花顺，好大。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牌呢，他的牌不可能的。哎呦，天哪，他真的是大顺呢。哎呀，大顺比小顺大。哎呀，糟了，这下输了怎么办呢？哎呀，没关系，帮我拿着。哎，开玩笑，我去找点赌本来。哎呦，我的赌本呢？哎呀，干什么干什么？搞了半天，他们原来在玩大富翁啊，全都输光光了。哎呦，原来是小朋友们在玩游戏呢，你们别闹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第二集，赌虫 vs 赌棍，两个人今天又要来赌什么呢？你也别摸了，谁不知道你的胡子是画上去的？好，哎，这是我们的派牌小姐开始洗牌了。哎呦，您看这手法多利落。哎呦，天哪，好可爱啊！哈，好，现在两个人都有牌啊、哦，我们赌的是现金哦。您看今天赌的可不是大富翁了。哇，天哪，每个人都有一大冰箱的钱。哇，真是一场豪赌啊！赌虫 vs 赌棍，两个人的牌怎么那么像呢？哎，这边又是同花顺，这边也是同花顺，现在就比最后一张了。我们来看看，哎呦天哪，怎么抓了一个那样的牌呢？真的要命啊！没关系，哎，看我们的这个绝招啊！哎，我来开始吃糖了。哎，我这个人呢，要牌好，我就一定要吃糖。吃了糖以后，你看用特异功能一洗，哎，对不起，我同花大顺慢着。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一张白牌，但是我的黑桃在我的手掌心上啊，太厉害了，连美女都为之动容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赌虫 vs 赌棍第三篇。好了，今天我们的赌虫先生呢，哎呦。手拿大哥大，你手够紧是吧？哎呀，为什么要举那么高呢？哎，再来看看我们这边的代表，哟，我们的赌棍先生怎么脸上多了一条刀疤？今天两个人又决定再次大对决了。好，两个人坐下开始比赛吧。哎呀，原来两个人都很喜欢旁边这位小姐，小姐秀色可餐呐、啊，每一次看到她啊，牌都抓不稳了。好了，我们来看看，哟，他只会这一招啊，每次都表演这一招。好，我们来看这边的牌呢。哎呦，赌虫先生这一把拿到的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的底牌，干嘛干嘛？你们玩牌不专心点，你们俩在干嘛？变魔术啊？还送玫瑰花？我用特异功能，你看我把。这张牌一变变成一束玫瑰，你算什么呢？哎，没关系，看我的，我一变，哎，来送你一个小玩偶，哎，我也会，我也特异功能一搓来送你一个洋娃娃，嗯，哎呀，真是讨厌呐、啊！来，我变一个咕咕鸡，你觉得怎么样啊？哎，还可以教你一二三四呢。哎呀，我也会，我变一个大飞机给你，你看厉害了吧？哎呦，干嘛干嘛干嘛？你们两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哎呦，两个人不见了呢。最后两个人把自己给变成一只小恐龙啊！你们也太开玩笑了吧？干嘛？人怪骗，科技骗呐、啊！好了，今天。这两个人根本不是来赌的，他们两个人是来比变魔术的，跟各位表演一场魔术比赛而已啊、哦！我们来看看呢，在生活当中，当然不希望大家经常以赌，不过中国人也的确是非常爱赌，很多事情都喜欢拿来打赌。我们今天要问您的跟赌就有点关系了，请问您，根据统计，喜欢看赌片的人数百分比有多少呢？有很多种类型，想请问你，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喜欢看赌片的人数百分比有多少呢？请开始作答。来，赶快把你的答案写下来，想想看，猜一猜看，百分之几点几呢？哎，喜欢看赌片的人数百分比是多少？百分之多少呢？哎，赶快想想看。哎，队伍相当相当多，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的正确答案到底应该是多少。麻烦请把你的答案板举好，放在你的下巴下方来。看看这边这一张，来猜猜看这个数字多少？来，要看一
这一招。啊城市猎人，哎，赶快来看，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应该是68%哦。希望两位都有很好的手气，加油！起跑点准备，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海底捞月，玉琴，再放入4颗不同颜色的球，来，四个放进去，再放入3颗白球，好，这边，预祝两位同学是顺利中大奖，预祝两位阳明国中同学能够把6台高级的电动玩具带回去，计时60秒钟，预备，开始，加油！快点！快点！自行车！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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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太厉害太厉害了，一下子的时间，哎呦，彩头宝宝是用那么一个很兴奋的表情，哎呦哎呦，来，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们这个得大奖要检查，来，请把双手伸出来、哦、我看看，与一般人无异啊、哎、跟一般人一样啊，怎么会呢，36秒的时间就把我们四个彩球拿出来，相当不容易，6台电动玩具带回家，哎，全班同学一起享福了、哎、大家一起享福，只要你敢来好运跟着来，好，彩头有今天的行动天奖非常的简单，同时我们两位特别来宾也坐在现场，希望你们只要帮忙发问，不要帮着抢答哈。来来来，好，赶快来看第一个提示。第一个提示，有样学样。什么样的东西有样学样？什么样的事情呢？来来来，那位小妹妹。镜子东西。是不是东西呀、啊？啊，它是一个东西、啊。来，这位小姐。是镜子。是不是镜子啊？哎呀，好厉害，直接猜答案是吧？请起立。对这个答案有没有把握？有。有没有照顾镜子？有。觉得镜中的自己漂不漂亮？漂亮。漂亮。恭喜你坐下来再想想看，好吗？来，哎，上面那位男生，是动物吗？是动物吗？哦，他好像不是一个动物，哎，他不是一个动物。来，这位小妹妹，哦，影子是不是？有样学样，你做什么样子，影子就做什么样子。喜欢这个答案吗？想不想上来？想，想，下次再来参加好彩。哎呦喂，这是吊人胃口，来，赶快来看看第二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是赵本赵本宣哥，我们来看看聪颖过人的歌坛新秀。来，李祖，你要不要帮忙发个问题？林志颖，好，可不可以吃啊？莫名其妙，人家都说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你喜欢吃是吧？据说如果你坚持也可以吃。哎，林志颖要不要发问？哎，姐姐，是要不要插电啊，或者什么都可以问。啊，你啊对，你要问什么？要不要插电？理论上他要，如果要用的话，他要插电，要插电。来，那位小姐。照相机啊，照相机是不是？有没有帮你的小宝宝拍过照？有，有啊，好高兴啊！再想想看好了。来看看第三个提示，要插电的一个东西。来，第三个提示，想想看啊，很多地方都用得到啊。来，第三个，随传随到，传真机。哦，传，哎呦，把机会让给你们学的传真机啊！来，请起立。确定是传真机吗？对，真的、啊。对，有没有用过？有，有啊，有啊，没有啊？我看过啊，有看过传真机。来，叫上来，我教你怎么用。哎，今天为什么会是传真机呢？我们看第一个、第二个提示，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有样学样，照本宣科，你放什么东西进去，以这个传真机就给你什么样的答案。随传随到是最重要的一个提示了，当然是传真机。来，标准来，恭喜恭喜！哎，看看这个接出来的是。八怎么选？一个八，请继续。加油，第二位。你要给他一个机会吧。哎，韩文旭，你好。你好。你好。韩文旭，你好。来。哎呦，最大的脸，十二同学。九三。七五，请继续。哎，九三军人节啊，来。七五彩头节，好来，哎，恭喜。这一位丢出来的数字是个九。九。是个九。怎么选？63吗？怎么选？还是一个九。63，恭喜连成一线，得到5000元。来，加油，第二位。还有，1、2、3、4、5、6、7、8、9、10、11、12、13、14、15、14，恭喜连成2线，天，得到15000元。来，请继续。2911，2911，2911。
T 恤。还要看今天穿什么，来赶快决定一下。毛背心，毛背心，好，来来来，好，来谢谢，用一件毛背心，希望能够连成。来加油，谁丢？谁？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十啊！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少一点点，只要留下梳子跟一件毛背心就可以了。还是有15,000元的奖金，恭喜两位！恭喜两位！来，恭喜恭喜两位文化的同学得到15,000元的奖金，请问选择了什么奖品呢？来，我们把它介绍一下。偶像级名表，法国偶像级名表。好，你请用韩文介绍来。忘记太久没读书，忘记。啊。这个音乐大师休闲鞋，音乐大师休闲鞋，微波炉，微波炉，还有呢，微波炉，全能调理锅，调理全能锅，还要倒装具，好来，还有一个高级茶叶礼盒，高级茶叶礼盒，还有呢。我捐了背心哦，好，我们又来看看这一位，这是我们的王新建同学，哎，捐出了这个梳子，还有一件毛背心，两个一人捐出来一样，换了15,000元的这个礼物，很可惜啊，没有凹成50,000块，下次再来还有机会，只要你敢来，好运跟着来，好彩头，有彩头。歌坛新乐带来非常动听的歌曲，这边麻烦两位一件事情，帮我们选一个现场造型最好队，我们要送给他们造型奖。排队。排队选哪队？我跟林志颖刚刚讨论好，我们选那个旺旺。旺旺。旺旺。为你旺旺。来，恭喜为你旺旺。糖游戏礼盒、天然优物露礼盒、椰子花露和新春天肤华乳、花卉专用品、高级洗衣乳、高级洗洁精、多功能清洁剂、五指袜以及眼镜清洁液、专利鞋架、香浓巧克力、旋转魔术尺、迷你酒精灯、日本进口香皂、温泉沐浴机、美国进口机车机油以及正牌第三代机车超马力加速器，恭喜他们！恭喜为你旺旺！好多的奖品全部送给同一队，当然今天我们要特别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也祝福两位的专辑有很好的成绩，也祝福你的新专辑能够赶快跟大家见面。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当初喜欢你的歌的人现在都长胡子了，来来来，好，来两位一人选一个，很好的奖品待会李祖宁，李祖宁得到是金门贡糖，还有瑞士进口深蓝玉米表，哎，恭喜，希望很快能够用得到。林静得到的是，恭喜他得到真脸蒸汽熨斗把。珐琅茶壶，还有早上型游乐器，恭喜恭喜！今天我们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李祖宁还有林志颖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两位，希望大家喜欢这两位新人，谢谢两位，来谢谢。谢谢。好，当然在节目的当中呢，我们也要送给各位很大声的加油奖，有没有哪个队伍加油比较大声的？好，来，超来。这一队其实今天来，他们的造型其实也不错，就是坐在这边的金华国小小老鼠队。来，超蓝送的是送给小老鼠们，送给你们日本进口修护美发乳，还有旋转除臭鞋架，恭喜！哎，坐在中间有好几个小朋友，好几个小朋友，来，我送给，等一下，我送给安和队，来送给你们。安和队，哎，我送给你们的是。太阳台灯一个，以及停车呼叫器一组，恭喜恭喜啊！还有一个，我们再送一对，送给很多的小朋友，来送给这边的白衣天使队，送给你们可爱相机、可爱书包，还有儿童杂志一年份，恭喜！哎，希望每一个人来到好彩头，当然都是要兴高采烈。同时也不要忘了，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30准时收看我们的好彩头。只要你敢来，好运跟着来。好彩头，有彩头。